无论路途有几无论路途有几遥远，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有几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今日恩与路上，嘉嘉就邀请咗梁永善牧师上嚟同大家一齐散步嘅。上一次梁牧师就曾经同我哋分享咗有关佢响09年下旬因为涉及一单怀疑喺店铺内高卖嘅事件，当中嘅起因啦、经过啦以及事件嘅完结啦，梁牧师都好详细，亦都好清晰地同我哋分享过程之中一啲夹杂住人为啦、外在嘅环境因素啦，以及当中佢点样经历上帝一路嘅带领同参与喺当中嘅。若果你是错过了上集的内容呢，在这里嘉嘉欢迎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恩语的 office 索取上一集的 CD 收听的。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以为你我而预备。对于那件事件呢，虽然已经完结了，不过呢由响开始呢到排期言讯啦、审讯嘅过程都好啦，以至到而家呢，相信呢仍然都有好多外界嘅声音同睇法呢去睇梁牧师呢一单 case 嘅。所以今日呢，嘉嘉就继续邀请梁牧师上到嚟同我哋去分享。讲真啦，其实牧师都系人，都会有错失嘅时候，更加亦都会有情绪高低的时间。咁当梁永善牧师佢涉及当中的事件过程之中咧，其实佢自己内里咧都要承受好多心里边啦，或者因为系外在环境咧，同埋一啲人为嘅因素而造成嘅压力同难处。咁一阵间咧，嘉嘉就会响以上嗰几方面咧去问一下梁永善牧师咧，响当中嘅经历里边咧，他经历了一些什么的人生功课呢？而从这件事件里面，梁牧师自己都说他更加去认识自己，而最重要就是他经历到和感受到这一位上帝是一位信实、慈爱、不变的神，更加深了他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一路听啊，梁永善牧师同我哋分享呢一个事件嘅始末，再加上咧，你系睇到好多上帝咧，透过呢件事咧，俾到好多祝福同埋恩典喺度嘅。咁好多人咧就会从外观去睇咧，就只系睇呢件事嘅表面。但系喺呢一个时候咧，嘉嘉又好想藉住呢个机会咧，问下梁永善牧师啦。其实咧，即系讲真咧，我哋好认同咧，认识你咁耐咧，你真系系一个马不停蹄去做侍奉嘅一位牧者，而且咧，亦都系真系喺传媒啦、喺电视啦，你系公开过好多系感言嘅道啊，所以好多人都好中意听。但系另外咧，就系另外一面睇咧，牧师都系一个大头虾嘅牧师嘅，因为太忙啦，好多嘢系真系。我唔记得件牧师袍。系啦，即系如果认识梁永善牧师咧，就知道你系一个真系好可爱嘅一个人嚟嘅。但其实咧喺呢个 case 咧，我由听到啦，到而家啦，其实我会睇翻，我会注重你嘅感受，
因为你在台上讲你是一个分析力很好，说服力很好，感染力很好的一位牧者，但是其实你是一个感性的，其实你从你的讲道里面，你的为人你都是一个感性的人。其实在八月说律政司又要怎样怎样要起诉你的时候，你的感受会不会都说即 会有些不开心啊，或者是怎样 去处理自己的感情？第一，刚才你之后说呢，即我是很喜欢用我生命去感染人，这个是真的。我成日都讲，我唔想只系讲一篇道，我系用我个生命去演绎呢篇道。我亦都讲过，我太太咧系喺法庭里面做咗十几年，而我亦都成日帮嗰啲会友咧去处理法律嘅事，我对法律系几熟悉。我知道，如果佢系用 CCTV 影我嘅时候咧，其实系告唔入嘅。我亦都可以用好多方法去否定呢个嘅罪。甚至你記得我講就係嗰啲 CID 咧，係冇任何嘅證據喺我面前 show 俾我睇。嗱，我影咗你相，我而家播呢條片俾你睇，你冇聲出啦，完全唔係咁嘅。所以我一認嘅時候，佢哋好驚訝，佢哋一路引導緊，想我唔去認嘅。咁但係點解我會認呢？其實我知道我認咗之後，其實會有一定嘅代價。不過我冇諗過個代價係咁沉重嘅真。咁但係我會諗，我係一個牧師。我如果我做了个事，虽然这个是无心之失，但始终是一个事实，我要去认。我不可以讲大话。如果我讲大话的时候，我很觉得我不能够牧养我的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又想起我的女儿，我很锡我两个仔女。但我记得五月的时候，我的女儿在英国读大学，她有三日要考试，我日都跟她，即是考试期间日都跟她倾电话。我记得第二晚她喊。喊得好緊要，佢同我講：爸爸，我好努力咁樣去讀書，但可能我成績唔及其他人，因為佢哋出貓。你知大學啲老師唔會成日睇住你噶嘛？佢甚至一個同學嚟曬譜就走去 toilet， 睇完嘢翻嚟再寫。跟住阿女講一句説話，佢話：但我唔會好似佢哋咁，因為我係基督徒。哇！我呢邊我好感動。我同阿女講：不嬲呢個不嬲都係我嘅原則嚟。我说女，我不是很在乎你的成绩是怎样，因为你这样做爸爸以你为荣，我不在乎你的成绩，这个才是你高尚的气节。即我去做牧师，我要牧养，我不可以去呃弟兄姊妹。是啊，最简单举一个例啦，即系当年九七之前咧，即系八九民运之后咧，记唔记得咪香港好乱嘅，有居英权噶嘛，我睇睇法庭做噶嘛。如果喺香港嘅嚟嘅弟兄姊妹咧，或者听众你会知，只嗰阵时第一期居英权冇人攞嘅，第二期先多人攞。我太太喺法庭做，佢有居英权，佢问我攞唔攞，我唔可以攞，因为点解咧？我八六年开明恩堂，全部都系基层嘅人。我好有機會可以去第二啲地方裏面，我覺得移民唔係一個錯嘅，最緊要你帶住福音嘅腳衝，我絕對唔會話，我要做宣教就乘機去移民，我唔會做呢樣嘢。移民係冇問題，但我好肯定我要同呢班人一齊過九七。我點我特登當眾去宣布，我會同你過九七。點不知我宣布完之後冇幾耐就居英權呢樣嘢出，咁我太太話冇問題㗎，居英權係咩呢？就係你唔使坐移民監㗎。你幾時去到？你幾時領呢？就幾時可以即刻入籍攞佢哋嗰個嘅福利嘅咯？交嗰啲學費咧，就係交咩咧？就係交佢哋即係本地生嘅學費喎。哇！我唔可以，因為如果我話同弟兄姊妹過九七，但係原來我度後門嘅，我唔能夠，可能佢哋唔知，但我過唔到自己，過唔到身。咁所以話我唔會做呢樣嘢。所以我仔女英國讀大學咧，都幾攞命嘅。咁但我冇後悔咯。咁所以當我諗下，原來我有呢一個嘅事嘅時候，我去認咯。十三號上法庭，禮拜四嚟嘅。咁禮拜五見報，禮拜六咧大埔警署一個總督察啦，走嚟揾我啊，同我講啊，牧師你傻㗎，即係你使乜認啊？你知唔知啊？CCTV 咧砌唔入人家，咁我都知道。佢話你諗下，你影到我攞嗰盒嘢，唔等於唔見嗰盒喎。第二，你攞到我睇到我攞啫嘛，
你看不到我抌翻低喎。喂，你超級市場成日都係咁噶啦，買完啲嘢臨俾錢，覺得唔中意嘅，你抌翻低，邊可以夠證據啊？嗱，兩樣嘢引證喎。我教會啱啱咧就發生一件事，因為我哋係自修室，同埋有啲嘅休閒閣，有幾個同學等咗個電話喺張台嗰度，點不知有另外一個人走去攞咗。我哋教會有 CCTV 嘅，影咗。咁後屘即係嗰個失主問我哋攞嚟睇，睇咗啦，佢即刻報警。咁有兩個嘅 CID 咧就嚟我哋教會咧攞咗嗰個 CCTV 嘅記錄走咗啦。但佢都話其實唔係好清楚嘅啫，但我睇係好清楚嘅喎。佢話但係無論點，其實好難告得入嘅 CCTV 嘅告唔入人。即係所以你留意一下，其實我可以否認呢樣嘢，但係我覺得我要誠實。誠實去面對，但是之後你所承擔的就是可能被人誤會啦，啊，甚至乎教會的執事都會即對你的侍奉又會 有一個不想你在這些時候做事了，是啦，但他們很相信我，因為他們這麼多年看著我，這個當然我們他們是完全相信，但你就會承擔一個在一個無形的壓力的，你即 我不知道 我會擔心，即那段時間我反而就會說，啊，梁牧師會怎樣呢，即會不會譬如你家人會大家怎樣去處理你的情緒，有 幾個過程呢，其實，啊，第一個過程就是頭嗰三日是很辛苦的，因為我十號嗰日上去警署，咁就面對呢一件事啦，跟住就落案啦，十三號上法庭啦，但我冇機會同我屋企人講。你諗下，我其實一個人獨自承受呢一個嘅困難，咁點解冇機會呢？我同我屋企人關係非常好，但我係由朝安排到夜晚黑嘅。我記得那個禮拜一、禮拜二那兩晚黑呢，我是要去葵涌港洗禮班的，咁啊成十點幾、十點鐘先會翻屋企。咁我冇理由同我太太講完就走咗去噶嘛，係咪先？咁又有同工會啦，我要喺神學院教書咯，直頭係負即係滿曬噶啦嗰個時間。咁係禮拜四上晝，我一個人上法庭噶，所以我都唔懂幾講。咁我曾經諗過，呢啲案好簡單啫，我認咗。咁就我冇案底噶嘛，簽保守行為咯，罰錢咯。但我諗下，我唔想咁做咯，即係因為我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呢樣嘢啊嘛，所以咪否認控罪咯。咁，我記得禮拜四晚，我仲要喺粉嶺另外一間分堂教初信班。我十點幾鐘我翻到車同我太太講呢件事。有冇嚇親佢啊？有冇嚇親師母？咁佢都呆一呆嘅，但係佢哋冚唪唥好信我嘅。咁咧就跟住我就同仔女講咯。咁大家咪一齊面對，我翻講咗之後就鬆咗。但係求嗰三日我咪唔想講，而係真係冇時間去講咯。嗱，唔知咧，大家聽過梁永善牧師咧講到呢一度咧，會唔會都讓你有啲嘅感受啦？其實咧，自己曾經喺節目裏邊都分享過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忙中有錯，忙亦都會亂嘅。而人唔夠瞓嘅時候咧，就有時會覺得特別疲倦嘅。有啲人咧，亦都因為咁樣咧，脾氣會差啲啊。自己就屬於呢一類人啦。咁有一啲咧，就係一唔夠瞓咧，或者攰得滯咧，佢個人就變得冇記性啊，或者咧做咗啲嘢咧，佢又唔知啊。揸咗車去到邊度轉彎咧，可能佢都記唔起，咁咪又直去咗啊咁。亦都可能咧，就好似有人好似梁牧師咁，其實自己私底下咧，亦都聽過好多人咧，都試過類似呢一個情況係曾經發生過嘅。所以有时我又觉得人看人究竟是只是看他身上那一点，又或我们可以选择吞后一步看阔一点呢？其实当我们拿个银出来看都会有两面不同。同样梁永善牧师这一单的 case 里面也都有客观和主观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梁牧师自己他又要承担些什么的压力呢？不如在这一方面我们稍后继续听下梁牧师和我们的分享。心渴望再自由，心灵竟被困，沉而同那样眼神，点点的真心，你对我真挚，从未像陌生人。情最真，平凡里遇着你，如同故事优美，人生因你美丽神奇，明了快乐到你怀中。
感恩啊，因為我一日之內咧收到好多弟兄姊妹俾我嘅電郵，收到好多弟兄姊妹俾我嘅電話嘅短信，俾我嗰個支持。咁反而喺嗰段時間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就係喺法律審訊程序，我唔可以當眾。我而家先知道原來係唔可以當眾去講。我開頭以為連私底下講都唔得。咁你諗下，啲報紙就唔會賣好多嘅啫。啊！呢、這個牧師即係高買喎，即係佢唔會話你高買嘅，係被控高買啫。咁乜乜咁樣，我好深感受有口難言啊。係咯，我就更加感受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嘅痛楚啦。係，因為人哋話你係神嘅兒子，你落嚟啊！我信你啊！咁耶穌真係神嘅兒子喎，佢真係可以落嚟喎，但係佢冇落喎，佢冇去出聲喎。話原來你真係唔係咁。但你又講唔到，哇！呢段日子真係好攞命咯。咁跟住我預咗啦，原來後屘睇翻我又覺得啊，啲人類啲想像力好誇張咯。所以我對讀聖經都有更深嘅體會噶。可能好少嘅嘢，佢睇住，可能慢慢慢慢就扭曲咗噶啦。我喺一間即係萬寧，你都係去攞咗呢盒嘢，啲人後屘又可以傳到你喺 7-Eleven 嗰度攞嘅。哇！諗到好多噶，咁跟住話，哎，佢梗係有份愛情啦。咁跟住又會諗啊，咦，成日都唔喺香港，哇，到到都投住家，哇，我呆咗。但我接受呢個係荒誕嘅世界，啲人就會係咁諗咯。咁我又要接受就係教會一路跟進呢件事，就將個過程成日都會同會友講。佢報告咗咧，即係由8月15到1月尾嘅時候咧，即係完結呢件事咧，係報告咗15次。咁你諗諗，其實我係坐喺度，我聽住梁永善牧師嘅事件，而家點點點，我好難受。咁但係我好感恩啊，我冇去逃避，我冇匿埋喺辦公室。我第一個月放假嘅時候係最難受噶啦，即係聽到呢啲，但我仍然可以開會前即係崇拜，散會後我係笑口噬噬同弟兄姊妹打招呼。是我很真的，因為我很愛他們，我也不會去想究竟這個人會不會在質疑著我。總之就是用我的心去對待弟兄姊妹，即是聽的時候那種感受是不舒服。我到底算什麼？不過是平凡人，茫茫夜裡我內心抖震，繁星中我不过是一点，未曾回看却发现这双足印。如果我知我有你在乎，如果我知你每刻守护，如果我知你这般深爱我，如黑暗或风雨陪我走过。如果我知你每天等我，如果我知你每刻想念我，如果我知从来未你听紧嘅就系恩语之声制作嘅恩语同路人，而当中咧就系家家邀请梁永善牧师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个节目咧，唔单止响加拿大可以听得到，而美国其他嘅地区咧都可以有得听。嗱，唔知你对梁永善牧师嘅分享有啲咩睇法咧？嗱，正如头先家家同大家分享啦，一个银仔咧都有两面，唔同嘅角度去睇都会有唔同嘅回应。嗱，如果你曾经从别人嘅身上，又或者从一啲嘅报道当中，你听过梁永善牧师这宗 case 呢，在这里家家都很希望你可以亲身去听一下梁永善牧师以第一身的分享，再作出回应。
其实坦白讲，牧师都是人，都会有犯错的机会。不过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梁永善牧师反而就说，因为这样更加去感谢神，而且他更加深深在苦难之中去经历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又信实又怜悯的神。一会儿恩语路上，家家会继续跟梁永善牧师聊天，不要走开啦。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下。我们的电话是1-888-808-7868。哎，错过了上次的节目添。没问题，恩语现在有电台网上听。是？没错，同路人见证、友情天环节，还有其他励志小品。哇，好多嘢听、哦，随时都可以收听噶，几个月前嘅节目都可以再听。哇，咁就要上网听翻先啦。仲可以转介俾任何地方嘅朋友。咦，恩语个网址系咩话？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click 一 click 电台网上听就得啦。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因为我听梁永善牧师讲，即是很坦诚，一路讲你所处的个难处呢，反而就在自己教会里面，其实都是因为你已经在这间教会几十年。24年了。哦，跟着开一间分堂一间分堂，但是即是都看到也都有人为的因素在这里。不过呢又很奇妙，其实家家这段时间又去过其他教会、听到又见到梁永善牧师。其实其他教会的牧者教会呢是没有抗拒过，也都没有就这件事呢有任何的影响。我仍然都会周围听到梁永善牧师讲到的。咁或者都咁样睇返，其实牧师喺呢一个过程呢，表面虽然睇嚟好似唔係一件好好嘅事发生，但背后呢，我相信牧师你睇到喺你身边出现嘅人啦、事啦，甚至乎上帝俾你呢一段时间，我相信俾你自己生命上面有啲反省嘅。会呀、啊、会呀、啊、第一就我更加睇到即係人情冷暖嘅、你都会见到有啲嘅教会继续请我讲道嘅、啊、好好。是啊、而我最感动系咩呢，就是、我即係话我18号就会纽西兰讲道。佢哋系喺8月15号啱见报嗰个打俾我。Oh. 邀请我2010年3月去负责讲道。你应该真系同我讲，喂，我有一单大嘢，而家啱啱登咗报，你上网睇到噶啦。我哋谂清楚，你先至好啊。咁嗰个人真系好大反应，佢话牧师，我哋信你嘅。即系所以你唔使理我哋，即系继续邀请你。我哋因为我系好感动。其实一发生呢件事咧，我即刻透过我干事咧，逐个电话打电话俾即系香港的教会，请我讲到啲嗱，而家梁牧师咧面对紧呢件事，法律上面仲未解决到，即系有啲嘢都未解释得到嘅。你会唔会即系俾牧师讲到咧？因为我都知道佢哋有阵时一定嘅困难要面对嘅，即系我会体谅。咁有啲教会就即系继续乐意嘅，冇问题，冇问题。咁有一啲嘅教会咧就话啊冇问题嘅，但系后屘可能过咗两个礼拜之后都话，哎呀后屘我哋都觉得唔系几好啊，牧师。咁我完全冇怨怼嘅。因為頭先你都講過，我係一個唔識推嘢嘅人。係啊，你永遠即係總之就係個時間我啱，我一定會去。咁我諗神都會透過呢啲俾我可以停一停落嚟。但我最重要，我要好清晰就係、我要有一個好清嘅心，我唔會去埋怨嗰啲唔俾我去嘅人。體諒係好重要咯，即係佢哋可能面對緊就係一啲唔明嘅會友，或者一啲唔信嘅人，佢哋會驚。其實有冇咧？咁有啲教會真係有十幾間教會都叫咗我唔，咁包括咧海外添。本來我應該12月嘅時候要去 Calgary 嘅，佢哋有聯合嘅 camp 咧，係 camp 嘅團隊咧，應承咗噶啦已經，但就因為呢件事未完結，所以就停咗。同埋我諗佢哋係未清楚究竟因為呢件事真係未曾完結。咁澳洲亦都係啦，澳洲就係一個青年嘅 camp。我本来是负责讲到的，又是12月，一个12月头，一个12月尾，但是 又停了了、但是我会觉得唉有点可惜，即是没有机会去服侍他们，但我是很清晰，我是绝对没有埋怨的、我只是说如果事情完结了，第时有机会你再给机会我去服侍你们，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好深嘅體會。咁如果佢哋真係邀請嘅時候咧，我又唔會拒絕嘅，唔會話當日你唔俾我，而家叫我。如果咁，我好冇意思，我冇意思。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感受。咁其實唯一一次最令我難受係咩咧？就係、是、又係自己教會。我記得嗰個星期五晚嚟嘅，我去歐錦堂弟兄嗰間教會講報道會，去講見證。係係啊，我都有去。係啦。但第二晚咧就係我自己葵涌嘅教會咧，報道會喎，我都係請咗阿唐去講見證喎，但我教會叫我唔好講到喎，你明唔明啊？即係我禮拜五晚出邊嘅教會嗰陣時仲係火紅火綠嘅時候，係啱登報冇幾耐，但係人哋嘅教會都係俾啲微信人啫嘛，都可以邀請我去講道，但係第二晚我係冇得去講嘅，但我都照去現場，嗱呢樣真係好特別。我照同阿唐啊、思琪姐啊咁樣，我照樣喺個現場裏面嚟，但係去關心人，即係我唔會咁樣緣故咧，咁我就走咗落嚟。真係好難喎、啊！你嗰某個程度，如果你諗翻，我而家講就好輕鬆，但係嗰種感受咧，其實係唔好受咯。但我想講，雖然唔好受，但我仍然堅持我要侍奉。我自己好深體會咧，即係喺苦難裏面咧，唔係去問點解，好多人都問點解。你知唔知當我遇到呢件事咧，好多人喺我面前講見證，知唔知見證咧？我教會另外一個嘅同工，即係都係牧師，我教會得兩個牧師啫，我同埋佢喺我事發之前一個禮拜，佢同我團友喺我哋嗰區裏邊一間餐廳食飯傾偈，食完之後佢哋冇找數，攬埋張單走出街，俾、哦、人哋追出嚟。喂，小姐，你未找數喎、啊？哦，係、哎、對唔住。即係冇俾人拉到。好啦，當我嚟打掃醫院，我嚟打掃醫院嘅時候，即係佢攞醫療報告，我揾一個較為高級嘅醫生同佢傾。個醫生又同我講：，我都有呢啲 case 啦。嗰次我好忙，我竟然鎖下鎖，去超市場一隻袋落袋啊，袋咗落個褲袋嗰度啊，行出去啊。後邊我太太追出嚟啊，佢見到我追，即係趕唔切，即係咁掹掹掹出嚟啊。咁我又會有 send mail 俾我，就係佢喺超市場。啊！佢個女好細個，走咗出去出邊，佢就揦住啲嘢就咁冇俾錢衝咗出去追阿女咯、嗯。就係、是、咁樣。最新嘅而家錄音之前一個禮拜，我見到我嘅導師少年時代嘅導師曾立華牧師，佢又去同我講，佢去一間超市場買嘢，佢個公事包原來冚住一嚿好大嘅電芯，係冇係唔記得攞上嚟，即係俾錢嘅，其他就俾咗啦。點知佢抌翻啲嘢落個嗰個車個推出咧，滴滴滴咁響。咁你即刻喂做咩事啊？你有啲咩未找數啊？死！原來有件電芯未找數，咁但佢又冇事喎、啊。我唔會去問神，唔係啊嘛？點解呢個又係咁樣？呢、這個又咁同我本質一樣嘅啫喎。佢哋係即時咩喎、啊？所以我咪兩個幾月後，所以我咪好想即時去啲我冇事咯、啊。但我就唔會問點解佢哋冇事，點解、我有事咧、我覺得問嚟係冇意思嘅、我只係問神，我可以點樣繼續去面對？羅馬書第五章好寶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藉住圣灵将神的爱咧浇灌在我身上边。所以我自己讲，我不会愁眉苦面，但其实我有喊过，我有难受的一面，我有单独在神面前哀哭，即系我有信心上边嘅，即系疑问神。但是我不是装假，我仍然要活得精彩。特别我要在自己教会。嘅弟兄姊妹面前俾你睇到，我係點樣去侍奉，所以我仍然企喺佢哋當中，仍然嘅去講道，仍然去面對人，即係我呢個先至係最重要。我啱啱你如果有機會上網咧，聽我呢篇道就叫做啊何需解釋？我就打咗兩張 PowerPoint 出嚟，不過好可惜，就係嗰兩張 PowerPoint 係點咧？就係上兩個禮拜四影嘅，就係我去同一個人洗禮。咁佢 cancer， 點解佢會洗禮呢？原來我哋一個會友都係有 cancer， 但係比佢更加後生。咁但係喺病裏面咧，佢係好關心佢。咁我就因為見到呢個人，你仲後生過我，你都係有 cancer，但係你竟然可以咁樣嚟到關心我，於是因為呢個咁嘅生命而信咗耶穌。我兩個禮拜四之前同佢洗禮，但係點解頭先話講可惜呢？就咁啱，我兩點幾鐘我 check email 嘅時候，就知道佢尋日啱啱過咗身，即係呢個被洗禮嘅人已經過咗身。
咁咧就另外一張相就係一個老人家，我教會去保你，丈夫 cancer 死，冇幾耐自己又有 cancer。我好記得我一次去探佢，去醫院探佢，佢同我：牧師，你唔好理我，你同我睇對面嗰、那個咁樣。對面一個十幾歲嘅細路女，患咗脷癌喎，我未聽過條脷都會生癌。即係，但係呢個婆婆仍然係關心病裏邊嘅人。咁結果呢、這個細路女後屘信咗耶穌，喺我教會受咗禮，佢阿媽翻埋嚟教會。你睇唔睇到佢兩個人都有病？佢記住，基督徒係冇苦難嘅免疫力㗎，你記住。我哋其實每人都面對苦難，咁點解我哋有咩分別？就係、是、我喺苦難裏邊，我可以仍然嘅有呢個嘅堅持。喺苦難裏邊，我仍然可以好好地去面對。喂，呢個先係生命。我追求嘅就係有呢種生命，希望感染弟兄姊妹，特別我嘅堂會，俾佢睇到點樣去面對咯。跌跌碰碰過假裝輕。错过痛过未在意，是与非分不清，感觉太幼稚，心不满只怪天意。碰上你再次诞生希望，救我逃离别罪网，像曙光漆黑中光照到人作伴随，叫岁月再添新趣。沿路因你伴我走，为我分担心中的一切欢愁，给安慰，给支持，给爱，给自由，将黑暗苦痛驱走。长路因你走，未怕崎岖艰辛奔跑到尽头，遭风雨不低头，坚信可得救，让我一生一世带着轻松节奏。在这里自己很认同刚才梁永善牧师跟我们所说，基督徒在世上不会有对苦难免疫的，反而也因为这样，上帝是沿途一路跟我们一起走。也都正如刚才跟我们分享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我们也都藉着主耶稣因信进入现在，站在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单止这样，就是在患难之中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可以帮助我们生忍耐，忍耐也帮助我们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些正正就是因为沿途有这位主耶稣陪我们一起行。相信你都经历过很多的难处和苦难，当你经历的时候，盼望你都能够同样经历这一位主耶稣没有离弃你，也都跟你一起走。就好像梁永善牧师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梁牧师自己就更加经历到上帝沿途的同行，也都更加让他体会圣经的说话和这一位上帝是这么真实的话。那么感恩，真的有些人是因为我这件事主动去找我，讲出他们的困难。我记得我在教会第一次的分享会，就不是讲我的案情，是讲紧神的说话怎样帮紧我。有一位姊妹 send mail 俾我，原来佢啱俾丈夫抛弃，丈夫有份爱情，佢唔知点样面对。咁佢但系见到我喺呢啲咁嘅处境，继续可以坚持，佢就好想揾我去倾偈。于是我约咗佢翻教会倾。咁原来我发觉，即系呢件事对我系有好多生命嘅反省。咁我其实需要系多啲休息。咁但系我都要调教咯，即系俾自己冇咁忙。忙的时候就会乱咯。系啊，我礼拜一嗱，我又走去一个上环一间嘅公司，佢哋嘅 lunch hour 咧，我帮佢查经个义务。咁我急啊，迟咗几分钟。咁啲人我唔需要好似有咁解释，佢亲自睇住我。我见到佢哋喺个房入边有个玻璃门，仲要记住咧，那个玻璃门系茶色玻璃，唔系透明玻璃。
我夠膽死，完全冇拱門就咁砰咁樣，我而家仲痛，我而家仲痛緊嘅，撞得好硬啊！佢成班人話哇然，後屘佢哋話：哎呀，唔好意思，牧師，張凳頂住你，你開唔到道門。我唔係，我係完全冇拱嗰道門，我就咁樣，我好似耶穌復活之後咁樣，嘣一聲可以入去。即係你諗下呢啲好似冇乜可能嘅事，但係我可以係咁，一急啊，一急嘅時候我就亂啊，將明。因為好想快啲入去啊嘛，我遲咗幾分鐘。不過點都好啦，我覺得呢個 case 咧，即係讓啊梁牧師咧多咗時間同屋企人一齊，亦都多咗時間休息，同埋自己一個人即係同神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但我好相信你呢件事都睇到好多人性啦，同埋真係乜嘢係真正嘅朋友啦，或者上帝真係俾咗你有好多睇見，即係跟住落去係要點樣行。其實有冇俾你自己真係更深嘅去領受上帝俾你一個好個人嘅？好個人嘅兩件事咧，第一就係神嘅話語係好寶貴。喺呢段日子裏邊咧，我係可以話我信主，甚至做傳道人咁耐咧，同神最親近，同埋更深經歷神嘅話語嗰種真實。好多時嗰啲嘅説話係 fit 得我嗰日嘅需要性好大。我記得我因為我寫靈修雜記開始，譬如啱啱見報嗰一日。即係或者係上庭嗰日，我就睇詩，我一路睇詩篇嗰段日子啱啱，佢就話你喺惡人嘅當中咧，你係要閉口不言。咁你知惡人唔係指好惡嗰啲人，係指微信嘅人。我又睇詩篇42篇，即係特別佢講到你嘅心裏邊煩悶，你要笑臉幫助我。我大家都好熟呢一句，但原來我睇翻點解佢會煩悶咧？原來前邊就講到咧，佢回想昔日帶領子民去敬拜神，但係而家唔得。哇！你知唔知呢啲好回應緊？我真係唔係話在乎錢嘅侍奉咯，即係如果我冇機會侍奉係好痛苦咯。我嘅人生就係要去服侍神，咁我會更加珍惜我嘅侍奉，同埋珍惜同神有一個好嘅關係。我記得咧，十一月我要上庭嗰日咪唔使上嘅，即係十月總之應該要上庭嗰日唔使上。我去睇詩篇嘅時候，哇！又好寶貴。佢話到咧，你。施舍周濟窮人，幫助有需要的人。你被審判的日子，神為你伸明你的冤。哇！哇！我完全很安心，因為其實我自己很慳，但我很樂意幫助人。即係呢啲我以往是冇講，但係而家呢啲人係咪？呢個又走出嚟講，嗰個走出嚟講，因為律師話啊，你要試下諗下，你幫我呢啲人都可以係一個嘅證明嘅咁樣。我就算而家我有兩個三個傳道同工。原來當日他們有困難的時候，我都給過一筆錢他們去幫他們手，我以前我有很有信心，同埋我想我這件事之後我講道啊，或者我看聖經呢，個體會是更深，更多 的體會，是以往可能是忽略了的東西，但現在我會看到很寶貴。哇，真的，我不是講笑，我要感恩，就是神讓我發生這件事，讓我看到侍奉的寶貴，看到我好多弟兄姊妹愛我，我更加要認真去服侍。睇到我自己嘅不足，我更加要小心自己。我呢一樣嘢就要感恩咯。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訴説我主恩典，他以聖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似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代，唯求将心全然给主，来彰显主爱多珍贵。终生爱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生命而家你嘅心態，或者係你有啲乜嘢係值得真係感恩呢？第一就係
在整件事上面经历到呢，神佢个 timing 呢，那个时间呢是的安排是很奇妙的。我已经分析过，原来几次的延期对我是一个祝福来的。第二就是给我看到呢，原来很多弟兄姊妹很锡我，我不可以再有什么行差踏错，如果不是其实令到他们很伤。我平时讲到这样刑罚是改变不到一个人，只有爱才可以将一个顽梗刚硬的人感化过来。即是刑罚只会叫他呢怎样走法律啦，或者是越来越多问题，但正正因为爱，所以是因为看到神对我的爱，即是他没有放弃我，虽然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看到弟兄姊妹对我的关心，是叫我更加不可以放弃自己。所以都希望每一个听众，你能够很深感受到神的爱，也看到有多人对你有期望，正正这个爱和期望呢，成为一个动力，叫你不会那么容易让自己松懈下来。在这里嘉嘉好多谢梁永善牧师一连两集上到来我们恩语路上跟我们很详细很真情的分享，很盼望透过梁牧师今次的经历也都成为我们个人的提醒，不要太忙，也都不要忙到被自己很乱，也都让我们在困苦之中不是单单只是看着自己的难处，而是看到上帝背后的祝福，一个又一个的看顾，也都看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其实都是很关心你的。如果这方面你都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想了解主耶稣多一点的话，我们欢迎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恩语生命热线，一班关心你的朋友也都愿意成为你的聆听者。下一次恩语路上再见，愿神赐福你，拜拜。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下。我们的电话是1-888-708-7868。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心情信箱的电邮地址是 lifecare@sobem.org。在他手中。